永瑜今年12岁，个性非常的内向文静，不善于和别人沟通。他喜欢听歌，因为这样才能让他放松。他喜欢上网找朋友聊天，因为这样才能抒发他郁闷的心情。但是当我们第一次接触永瑜的时候，他表露出非常不安的表情。当工作人员跟他聊天，他一直都是保持沉默的，甚至在一旁一直徘徊不停。到底永瑜是个怎样的孩子呢？比较像大小姐这样咯，容易发脾气啊，不够谦虚咯，情绪化也是。我觉得他习惯不好，就是每次说等一下，他有点失忆症这样的哦。你现在跟他讲，他说等一下，等一下忘记了。他整天做那些动作引你注意他这样咯。以前会比较厉害，弟弟妹妹跑过来，他的眼睛会看过来，啊，有时讲他妹妹啊，在学校怎样怎样啊，吃些什么啊，他会讲咯，讲妹妹的坏习惯出来咯，因为有时太多个，我做母亲，我哪里有这么多心去一下子只是顾着你，因为每两个之前他一个的时候，我的心当然放在他那边咯，一个心对一个心，现在一个心对三个心。哪有这样的时间全部对着他？我觉得他觉得自己好像缺少了爱这样了，不够多啊，所以他会才会做出这些动作给我们看。有时他睡觉前他都会，妈咪我爱你，跑过来抱你。他很想要安全感哦，所以他整天要跑过来抱一抱我。原来永瑜的不安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缺乏了爱。既然这样，就让小关姐姐我带永瑜下乡去感受一下乡村人的热情吧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柔佛巴东，巴东是个非常悠闲低调的小渔村，距离麻坡市10多公里。这里除了渔港之外，还有一座5级魔山，当然还有小关我最爱吃的欧达。不知道永瑜会不会和我一样非常喜欢这里呢？Hello， 我的名字叫林雨香。你好，我叫可以。我叫宝胜。我叫沈佳。我叫怡静。我叫永瑜。可以。OK， 好，马上出发喽！老师都是用这个叶子来玩游戏哈，摘一片叶子，然后你的手啊握这样，然后中间一个洞，然后你放上去。听到吗？有一声很响的声音会发出来。来，小朋友，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树？榴莲树。榴莲可以摘的吗？不可以吗？它要从熟了，从树上落下来，我们才去实施的，就把这个榴莲呢积积在这边。这个应该是经过千年才形成的一棵老树。你看它的树根都长到外面来了。爬山要补充精力，不用带什么东西，pocket 有一颗巧克力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们人类吸的是氧气，呼的是二氧化碳。植物刚好跟我们的是相反的，他们需要的是二氧化碳，所以我们的肺能够打开，真正的在大自然吸一口。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攀爬，大家终于到达山顶喽。这时候大家开始休息聊天，
但勇于看起来闷闷不乐的感觉，好像无法融入大家。哎，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？经过了两个小时的相处，我觉得他比较孤僻，比较内向，不善于交际，也不多话，不大会主动，完全处在被动的方式啊。希望这几天呢，我们能够一些互动，使到他能够开朗起来。希望我们这巴东的热情能够带领他成为一位活跃的小朋友。小朋友的家呢？来，猜猜看，哪一位小朋友呢？我猜是他。他，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吗？林雨欣，欢迎你今天到我的家住。来哟、哦！你第一次看到勇于的感觉是什么？感觉他很静，比较不爱跟别人讲话。我问他要滴血抹汗吗？他讲哦，等一下啦。然后看到他用手抹汗，我就问他，你要滴血吗？他讲等一下我在哪。我会试着去跟他多讲话咯，因为我要多了解他，我有信心可以跟他变成好朋友。林雨香今年12岁，个性乖巧爱笑，在学校成绩优越，还得过很多奖杯哦。平时会帮忙照顾弟妹，偶尔还会到巴沙去帮爸爸妈妈卖菜。体贴成熟的个性，在妈妈眼中又是个怎样的孩子呢？在4月份，他爸爸那时候中风的时候，还有做多一些事情令我难为啦。至少会自动洗衣服、抹地、照顾弟弟，又会帮他弟弟排书，那个是值得我难为的一件事情呢。至少他功课还 hold 得到了，便我去督促他，又会管弟弟一下，打扫家里。然后大小事情都做到很井井有条啦。嗨，妹妹，你好，我是宜香的妈妈。你请问你叫什么名？我叫陆永瑜。陆永瑜呀、啊，今天你就歇这个房间哦，然后跟宜香在一同一个房间里面呢，你们互动一下喽哈、哦。明天再跟我去巴萨，好、哦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初来到访的永瑜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安。为了展现巴东人的热情，妈妈决定带勇于去尝试巴东最有名的烧鱼。雨香全家人的热情招待，为的就是要让勇于好好的放松下来。咦，一回到家，我们发现勇于怎么默默地躲在一旁讲起电话来了呢？哦，经过工作人员的了解，原来啊，第一次离开家里的勇于开始想家了呢。妈妈，你什么事情？跟弟讲要不要？你想妈妈哈？啊？怎么呢？不要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！来来来，你看我哈，妹妹。对啊，你这三天来这边有什么心事好坏就跟弟讲的吗？懂不懂？不可以憋在心里面的嘞，当我是你的妈妈，懂吗？在雨香和妈妈的安慰后，勇于终于停止了哭泣。雨香妈妈看到因为陌生环境而不习惯的勇于，心里非常的心疼。妈妈担心勇于晚上不能入睡，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进房间看看勇于。小关，我希望勇于可以感受到雨香妈妈的关爱，明早起来能够放开心怀，开开心心地完成这一趟下乡。
个晚上，永瑜的心情终于平复下来了。现在我们要到巴沙帮忙雨香的妈妈卖菜喽。爬下来。羊角豆，不是羊角豆，扁豆。两只熟了，比较快哦，动作要快哦。没有动力嘞。那个放地上了，永仪，那个放地上了。两分钟，两分钟，谢谢。OK。对，谢谢。像你今天在巴萨啦，你觉得你学习到什么东西？就是学到怎样去算那个价钱，叫人家来买。这样卖菜会很难吗？一点点哦。在那脚算，这样你还习惯吗？如果要你长期待在巴萨，应该可以。今天在巴萨做了什么事情啊？让你觉得他很棒？他会去主动去问人要不要买东西，然后，他找钱给他过后，他会主动跟他讲谢谢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。很大的分别哦，第一天看到他这样子静哦，有一点吓到，连晚上又哭，然后隔天就帮我，今天早上帮我，直到还有笑容一点啊，比较放心一点哦。不过这小孩子是要沟通一下啦，毕竟他是比较属于那种文静的，像他刚才递给顾客东西手势错啊什么，我针对他了，跟他纠正过后呢，变得这个小女孩是值得教导的咯。一个安迪住在山顶的，也是经常是我的 customer。叫你叫他什么啊？讲我叫他妈妈，还连续叫我三声，哇，听到真的是爽到，吃饭的贵不用吃都可以很好。昨天是他好像静静这样，没有什么跟我讲话，然后今天就还好，他会主动跟我讲话。你跟他如果比较熟啊，他就比较敢跟你讲话。他在我们家已经是很习惯了，他已经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。雨香，你现在要做什么？我现在要叫永仪煎鸡蛋。好了，然后你先给它的油留下去，拿起来，好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然后。你要从那个你打的那个地方手指插进去拔开呀，拿。啊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快点，另外一边要抽干了。OK， 然后，过来，拌拌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鸡蛋是要拿来做什么的？这鸡蛋是要拿来煮的。可是现在谁打破了？啊！打破了鸡蛋。哦，现在你旁边有鸡蛋了哦。有。所以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现在给鸡蛋印。是谁教你这个方法的？康熙。教这个东西。你做眼镜哎，蛋糕。有失望嘞，是不是？没有。所以你还要相信电视吗？那你这种脚板痛还是什么？他的 baby 在那里。
次，叫张骗我讲次，你有没有喂我讲次？你没有喂我吗？你会讲好好吃哦，好香哦。扫地，等一下我们要洗地。为什么要洗地呢？因为昨天 barbecue 还没有扫，所以今天打算用雨水来洗地。鱼香真聪明，懂得在下雨过后利用雨水来洗地，这样不但能节约用水，还可以把环境清理干净呢。小朋友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这个送给你。这是我妈做的，用那个竹子串的。谢谢谢谢。这个也是我妈妈手工做的。送给你，谢谢。帮你开，把先打开了。谢谢。相框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相框，然后这是这样子放在这片，这样子插进去。勇于。有没有开始想家了？你有没有想家？你有没有想妈妈？你爸爸妈妈有他们想要跟你讲的内心话，那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好不好？哥，其实妈咪真的很爱你的，你不要整天跟弟弟妹妹吵架，妈咪看到也是很痛心。其实妈咪也是很爱你们的，你们三个都是我的宝贝，我给的都是同等的爱，没有说偏爱一个或者怎样。卢英一，爹地妈咪希望你用心的读书，希望你可以进到大学，爹地妈咪也是会支持你的。我希望你回来的时候会珍惜身边的人，尤其是弟弟妹妹。起初是觉得他的妈妈可能会比较自责他啦，不过经过了这一番谈话之后呢，会觉得他妈妈也是蛮关心他的。坦白讲，这个妈妈也是值得鼓励的啦，放得下啦。所以这三天的过程中，改变有啦，有改变啦。第二天跟我卖菜过后回来吃乌飞，那天晚上是有很多灿烂的笑容哦。等到第三天早上起来有一点惊讶，从麻婆摘菜上来的时候，看他坐在这边很像魂不守舍。很像摸头啊摸脸啊，很像整个心都不在哦，就觉得很奇怪，就赶快上去就问安慰他一下，问他你怎么，他讲没有这么，我讲你要冲凉吗，去稍微一下吃早餐了哦。之后我是忙着工作了，然后等到十点多就看他在那边画图画写东西，写他三天过来的经验，是觉得 OK 啦，这个孩子至少还有一点微笑灿烂啦，他的笑容有一点灿烂啦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好了，不要哭了。一向，这三天下来，你觉得你跟勇于的感情好吗？好。第一天他静静，然后我们就试着去跟他讲话咯，可是他没有什么理我们呢。然后第二天他去完巴萨回来过后，他会主动跟你讲话，去了海边，然后他会跟我讲话，然后我也会回答他。
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就越来越好了？从那个在巴萨卖菜的时候，他会主动来跟我讲话。等一下啦，很快的他就要离开了的哦。然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啊？有一点失望了，因为他要回家，因为少了一个人跟我讲话嘛。希望他假期的时候来我的家玩呢。希望他以后过得很开心，然后跟弟弟妹妹的感情越来越好。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舍不得他吗？嗯。第一天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紧张。是怕了到另外一个地方。然后在 山上面一群同学在玩乐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在做什么？玩耍。从很陌生的时候到什么开始你觉得已经比较可以开始习惯了？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们谈心事呢，就没有第二天就没有那么陌生了。我是第一次跟人家分享那么多的心事。那么分享了之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很舒服，是因为终于把心里的事说出来了。你是第一次离开家里这么久吗？对吗？所以这几天离开家里你的你有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我第一次开始发现想念家人。我来了这里很好，来到这里很好，这里的家人都很热情融洽，觉得很温暖。这几天我觉得我会我有为这个家庭付出。那你付出了什么东西呢？扫地、洗地、卖菜、下厨。你做这些东西之后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觉得你已经帮到这个家里面了，然后你自己感觉怎么样？高兴。我觉得这次下乡我有充实，很值得。这三天我感受到爱，然后他们很关心我，还会安慰我，所以我想跟他们讲谢谢。有点不舍得了。孩子在转变为青少年的期间，不管在生理还是心理上的变化，都会让他们开始缺乏信心而怀疑自己。此时父母应该转变对待他们的方式，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，孩子才会有安全感；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空间，孩子才会有信心的快乐成长。